各位朋友，大家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好！欢迎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我们这个频道呢，是专门探讨信仰和人生的关系，让我们通过正信能够活出真我来，活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来，也对社会还有益处。那么呢，我现在呢，受神的呼召呢，这个建造教会啊，传播福音。同时呢，神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我自己最看重的一个护照，就是那个把在文字上，在这个音响在这方面多做主攻，探讨这个圣经的这个真理，然后呢，让这个圣经应用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特别是我们看重的，就是除了个人这个层面以外，这个从这个家庭社会。群体、整个国家、民族，从这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那么呢，我想呢，这个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末世的时代，世界各种思想混乱，这个各种这个乌烟瘴气这些堕落的事情看着层出不穷我们有现在是这个自从这个今年年初以来，这个2000年嘛，这个瘟疫新冠疫情从这个武汉爆发出来以后，整个席卷了全世界。现在经济萧条，然后闭关锁国然后这个社会矛盾一次灾害、二次灾害越来越严重。虽然说疫苗有开发出来的，但是大面积使用怎么样，现在还是未知数。那么实际上我们人类呢，处于一个空前的恐慌不知所措的状态，没有人能告诉你以后会怎么样。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越是需要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圣经是一本书，然后这圣经书呢有66卷那个这66卷书呢有新约、有旧约、有新约。那么这是一个，因为它写的时间呢是2000年以前这么一这个，然后这个跨文化、又跨文字，我们是翻译的。那么如何能够这个了解到明白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OK， 那么是圣经到底讲什么？我觉得这个至关重要的。从我的体会上说呢，我们很多人真的不太知道到底讲的什么，所以呢被曲解了，这也影响了不仅是福音的传播，也影响了我们信徒的生命。那么在这个世界现在各国各个民族吧有太多的信息，然后太多的偏见，然后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个后现代时代，人们慢慢的对真理的观念淡漠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如何结合圣经神，到这个时候这个条件下他到底想跟我们说什么 ？OK， 圣经的文字没有变，对不对？但是他不同的时期他说的话含义是不太一样的，我自己认为所以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神到底在想这个圣经在跟我们说什么话？我想呢，这个我用50集的然后来介绍圣经到底在说什么然后呢，让我们一同把神的话语会活出来，好不好？那好，那么呢，那么我前面已经讲了这个25讲，也是讲了一半了，非常的感恩对不对？那么我现在呢，给大家讲的是第26讲。那26讲呢，是人圣经到底讲的什么呢？是人需要树立正信然后来这个人树立正信是极其宝贵的。那么我这里提到这个极其重要宝贵的，我现在这里提到这个正信呢，认为人可以有各种的信仰，你可以信钱你可以信大房子，是你也可以信这个人吃喝玩乐去信这个，那么呢信权力也可以信这个佛拜这个各种各样的宗教但是我这里提到是正信，这个正信呢就是只有一个，只有这个是正的，是我跟你说简单点说正确的最好的是吧，最好的。那么呢，这个除了这个以外，这个其他的呢都是假的就是说和这个没法相比的，可能它里面含着一些含义比如说我们说佛教它都是向善的我们基督教也这样的就是让我们行善对不对？但是这不见得是根本的这不见得是根本的，那是因为这个信圣经是我们信的不是圣经，我们信的是这位真神我们信的这位神呢是改变我们生命的那改变我们生命的，那么生命的改变这是那个行出善来，这只是一种表现，对不对？那么内在的东西更重要，是吧？更重要，改变人，是吧？我前面我在25讲里特别提到，是它不仅是人体是一个，而是一个家庭一个社区一个群体，是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是整个的全人类、全世界是这个道理，好不好？
所以这个是，那么我也是非常简单的把前面讲过的，因为听我这个圣经到底讲什么呢，可能很多的人只是听了一讲，是吧？所以呢到底讲了什么呢，我想让大家更了解哈，你这激发你的热情哈，去这个把它听多一点，然后呢传播的更广一点哈，对不对？ OK， 那到底讲什么，我得讲第一讲就是什么呢，圣经让我们要树立有神和神造世界的世界观，这是从世界观上来讲的啊。 OK， 那么呢那我要树立我们的价值观，是吧？我们讲的是普世价值，哎，这个普世价值是神他是赋予者，而且神呢是这个守护者啊，神呢还是这个普世价值的体现者啊。所以我们人的三观啊，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是吧？那我们的世界观啊，它就决定了我们的人生观，是吧？因为人生观，因为我们对世界说世界是神所创造的，那么神的这个对不对？那么就决定了我们这个人生观呢，我们要为人荣耀神而行啊，是吧？那么我们要有敬畏神的心吗？是吧？所以它影响了我们的人生观，我们人生的意义要跟神建立关系，哎，所以呢，我们的普世价值我讲的哈，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说天赋人权，那天赋人权这有圣经根据的，而且这里讲的天赋人权，但实质上本质上就是神赋人权，哎，所以我们现在就讲这个正，这我们先联系到这个正信是不是 ？OK， 所以这个对，那后面想的我们人呢，它是一个这个它是一个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的细胞。那么我们这个家庭怎么来呢？家庭婚姻呢，是不是？而这个婚姻什么呢？那么婚姻就是神与这个是神所赐的嘛 ，OK， 是赐的一男一女，是吧？这就把这个像同性恋呐，这个这种给狗的恋呐，是吧？哎，把这个给这个把这个问题给否定了，是吧？所以神的我们又特别珍视他，是吧？重视他啊，对神有敬畏之心 ，OK。那么整个人类它是个历史过程，你在圣经里也会看到。很多这个就从那个创世纪啊、出埃及记啊、后面啊、古代史后面的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啊、这个列王记啊、这个上下啊、这个什么，哎，很多很多的哈、啊、约书亚记啊，那最后呢还有其他的啊，后来耶稣啊这个是走向十字架，是吧？说整个这个历史，而整个历史呢，这是在神的掌控之下，对不对？那神是掌控历史的，那么我们要以史为镜，以史为鉴。那么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是我们整个人历史的啊，这个就是说杰出代表啊，是杰出代表。那么就讲这个。那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不耽误大家时间啊，那么我就专门谈是吧？人树立正信极其重要，极其宝贵啊，这就是极其宝贵。那么呢，我们人呢，我们说的这个啊，人活着对不对？那么到底为什么是吧？人活着怎么才有意义？啊，真有意义。那么人活着，我们怎么活得好啊？活得美是吧？活得美。那么呢？那么在这，你要是了解这，要想达到这些目的啊，当然了。那么呢，有一个关键的东西，你必须解决。必须解决。我们得知道我们怎么来的，是吧？我们活着为什么？我们死了以后，我们会不会死？死了以后啊，这个人都要死啊。死了以后要到哪里去？是不是？那么到哪里去以后，那里是什么样子？是吧？都有它的根据的，哎。那么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呢是极其宝贵的。如果你把这个搞不懂，你没有这个东西，没有树立起来，是吧？那么你人生很可能是很惨的啊。咱们举个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厉害不厉害？是吧？从这个韶山冲堵了一个师范，然后呢和杨开慧结婚，是吧？后办农民问题讲习所，是吧？然后到上海又成立了这个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一大，是吧？那经过红军长征，是吧？然后呢啊打到了陕北，然后呢又回来，是吧？是不是又回来？最后呢内战爆发，是吧？然后呢给共产党打江山，打了三年，得胜了。是吧？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吧？中华人民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哎，对不对？哎，一直到死，76年到死，一直大权在握啊。中国那会儿的人对毛主席很多可以说了解不太，崇拜到五体投地啊。到现在，很多人，我大学的同学，50多岁的人 ，OK， 不提习主席，但是呢，对毛主席这样中国伟大吧，伟大。可是毛主席怎么样？OK， 在会见尼克松的时候，他说：“我要见上帝呀、啊，对不对？他要见上帝呀、啊，是吧？”那毛主席到他也是
他最后想的他要见上帝啊。OK， 他知道不见上帝，就算放在那个水晶宫里，那也只是一具尸体，是不是？没有永生啊，对不对？再说死了以后，是吧？自己的妻子江青上吊自杀，是吧？可以说家破人亡，儿子是吧？扔到了朝鲜战场，是吧？最近孙子好像都没声音了，对不对？我跟你说啊，我这样子跟你讲的了，这个正信呢，毛主席出问题出在什么？没有正信啊，他心里马克思主义的不是正信 ，right？ 不是正信，对不对？那你一定要正信，是吧？一定要正信。所以呢，我们说呢，你一定要找到一位真神 ，OK， 然后去建立跟他的信仰线 ，OK， 你得知道这位真神是什么，你知道你信的是什么，你知道你在跟随他，而且这位真神能够解决你人生过去、现在、未来所面临的根本问题，而且解决了你这些问题以后，让你如鹰展翅上腾，啊，你真的腾飞起来了 ，OK， 真的是无所惧怕了 ，OK， 只有怕神，对不对？哎，你这个对神有敬畏之心是吧？什么事情你就知道怎么做了，不用别人教你，是吧？啊，哪怕是风雨，人生的波澜 ，OK， 家庭的问题破裂是吧？我也不希望你真的是找到人生了，你问你这人生家庭不会破裂的 ，OK， 因为是你这家庭是以神立的约，对吧？啊，工作上认识事件中一些失败失业 ，OK， 那神会赐予你下面赐予更好的，啊，因为神知道，你知道他知道你需要什么，你原来追求的那个就追那个兔子，可能是追不着东西，他追的时候神都停了你的，赶快让你找个别的，是吧？对不对？啊，我在这个，我在四个大学当老师，做教授啊，科学家是吧？河北一个大学做讲师是吧？日本做了助理教授，特别研究员，人们文部省队，到了北京大学以后做副教授、硕博连读导师是吧？啊，对不对？到多伦大学高级科学家，也有重要成果的是吧？哎，这是我一直追求的，差一点儿在多伦多大学要做副教授了，对不对？基金没下来啊，是不是？金融危机了，对不对？神就把那个路给堵了。是吧？对不对？神把那个堵了，你追这个东西不好啊，是吧？所以现在神他就给你人生的时候，你要树立这个正信。我感谢神，我这到加拿大以后，我刚来，是不是？这个第一住就住在基督徒家里，哎，然后去了几次教会，是吧？圣诞节晚上举手决志信耶稣 ，OK， 对不对？哎，买了一个托尔塔特塞尔，半年基本上把自己的信仰都树立起来了，是吧？然后回了北京以后再回来还坚持去教会，是不是？对不对？好好的听，参加活动，是吧？培养自己的信仰，培养出这个正信来了，是吧？最后神呼召 ，OK， 怎么样？读神学，装备自己，了解神到底在说什么 ，OK， 中文、英文、希腊文，是吧？对不对？哎，要学这个东西，还有呢，不断的思考，是吧？那现在呢，我们看一些神的话语。我们说的，你了解这个极其宝贵的 ，OK？ 那么呢，你不学这个，那没有这个真的是不成啊，因为我们有先天的缺陷啊，这个缺陷必须修复 ，OK？ 这个信念，这个正信一定要建立起来。这个正信只有信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信这个拉撒勒耶稣这位神啊的道成肉身的神，他是全神全人。OK， 纳撒勒耶稣啊，他不是一句空话，不是这个纳撒勒耶稣啊，不是光这句纳撒勒耶稣，不是光这五个字啊，它有具体深刻的含义的，是吧？啊，这是对不对？这是我们看一下啊，在这个约翰福音啊第一章的一到三节 ，OK， 还有十二节，我们看一下啊，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OK， 太初有道，道是神啊，他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你往后看 ，OK， 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再看第十四节 ，OK， 第十四节是吧？说道成肉身，住在他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啊，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独生子的荣光。哎，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里讲的是约翰，就是说圣经里啊，这个新约里面。福音书四本福音书里面第四本，它叫约翰福音。而这个约翰福音，它是把这个圣经里旧约里创世纪前面的部分，做了一个用另一种方式做了一个概述。OK， 那么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说，起初神造天地
啊，神的灵运算，那么这里的什么呢？起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对吧？起初最早的时候啊，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它是有道的，神的话语的。那道呢是有神就有道，道叫道就是神，神就是道嘛，是吧？就是个道。而这个道什么呢？这个道什么呢？啊，他说造那个万物的时候，他是起初神造天地嘛，是吧？啊，说有鱼，说有水就有水，说有光就有光嘛，是吧？他造出来，他说这里什么呢？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OK， 所以圣父、圣子、圣灵，这位圣子是神，他都道成了肉身。看看这个第十二节，凡接的他的 ，OK， 这第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OK， 有的人说啊，就是说耶稣啊，他不是神，他是人。OK， 大错特错，没有真正理会神的话语 ，Right？这位神他要不道成肉身的话，让你看见的话，对不对？他能够救赎你能得救吗？能死在十字架上吗？ OK， 所以他只有体贴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人需要什么。 OK， 他用一种可见的方式，可以触摸的方式，可以说话的方式，让他道成肉身住在你们中间，对不对？那还有高贵的地方，高贵的地方。 OK， 所以建立这个正信极其重要吗？对不对？你在建立正信的时候，凡接待他的信他名的人，所以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Okay， 圣父我们看不见。Okay， 那么体贴我们的软弱，神都把他的独生子派到了地上来。那带上来以后怎么呢？他就在地上住着了，他讲天国的福音，然后为我们的死在十字架上，是吧？那么每一位接待他的，你见了他，你家里来了客人了，对不对？你得认识他，你得见他，你得接待他。你说出去吧，我不要你，是吧？就是有些给他传福音，哎，你快走吧，我不信这个，我给他传了多少次他也不信，那最后死定了，是吧？啊，凡信他的不知灭亡反罪，但是不信的呢必被定罪，必被定罪，那罪的工价乃是死，是吧？那个，所以说你处理这个正信，信耶稣这个正信，独一真神的正信，那什么呢？你结果是什么呢？他就受你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平常做自己父母的儿女，是吧？如果你父母当着高官高干是吧，很有成就的人，你还好觉得好一点。如果父母就是普普通通的人，你就没有那种成就感，你就没有那种这个就是要成就的价值感，是吧？对不对？那么呢啊，这是什么呢？谁高不如神高啊，对不对？你只要很简单一点啊，神的救恩是免费的 ，OK， 不需要你做什么，但你心思得改变 ，OK， 心思改变是吧？你承认耶稣是你的主 ，Right？ 你承认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家人，然后呢，神就把这个权柄让你做神的儿女，对吧？还有比这更高贵的吗 ？OK， 就算皇帝的儿女，是不是也是地上的王，对不对？也可能得到一些这个地上人的尊重，但是你要做神的儿女，后面就不一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OK， 那么你树立了正信以后，这是第一步。OK， 你信他的人不，让耶稣说了，信他的人不会再死，死了信他的还能复活。OK， 所以不管死不管活，什么时候耶稣来，你不用担忧了啊。耶稣他再来的时候，审判的时候，对不对？你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吧？啊，到时候认识。所以说我们说呢，树立正信极端重要，你千万别树偏了，你一定树立耶稣这个。看毛主席就是没有树立正信的，他出了问题了，是吧？而信的这个就像保罗啊、肯尼迪他们信的真神呢，最后呢，他们过世的时候是祝贺的，他不像那个中国那个就是说毛主席过世呢，十天大家哭，是吧？啊，我不需要的，是吧？我们再看一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吧？你信了谁呢？我刚才已经谈过了啊，他说啊，神爱世人，甚至他独生子赐给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哎，你一家你自己，你的姐姐，你的爸爸妈妈，你们一家子，是吧？然后你们这个群体，我们都是姓王的，是吧 ？OK， 我们都是当医生的 ，OK， 我们都是当什么的 ？OK， 只要你信耶稣的，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的啊。这里这个灭亡，不仅不是指的，就是说一下子就是让你这个给杀掉了啊，对不对？是你就是因为罪的原因，我们每个人活在最终，我们就是他的结果就是死，我们灵魂的死亡，我们肉体的毁灭。你看看有几个死的最后不是烧了就是化了吗？对不对？但是这个告诉呢，我们人虽然就算人真的死了，只要我们信耶稣的话，那么我们的灵魂是不死的，而且这个不死的灵魂，等我们复活的时候，还会让我们有一个复活的身体。那么到天上去 ，right？ 到天上去，那你再往后看啊，对不对？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他的为啊，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人生
需要有目的。我们最极端的，我们小的时候有目的，我考上大学是吧？有好吃有好喝的是吧？对吧？我到哪去旅游是吧？那么我们再大一点的时候，上大学了，哦，我得找上我的女朋友，我成立一个家庭，这都是很好的理想，都不错是吧？都不错。但是我们人生需要一个终极目的，光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会打，就会拼，然后呢，是吧？那么就会很多的困惑，而这些不能保证我们能够进天国，是不是？那么时候呢？那么的时候呢？那这时候呢？你这说得很清楚啊。这个格林多前书10:31说，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你有没有体会这个 ？OK， 等你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时候，等你真的是为这个高最高尚的啊，就我们所信仰的这个纯善、纯真、纯美的创造宇宙万物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而行的时候，对不对？那你的人生什么意义啊？对吧？你肯定容易早起啊。你可以晚归啊，然后你每次跟别人说话，你每次做一件事的人就觉得很有意义啊。我最近有疫情啊，对，那么我过去呢，就是说那个去教会啊，一个星期啊，得去至少去3天，是吧？所以呢，非常的这个方面呢比较忙碌的，很多时间花在路上，是吧？对吧？当然这是必须的，做这种职责。那么现在有疫情嘛，是吧？那么就重新调整我的时间，那么现在可以做很多我过去不能做的事情。我现在做这个视频啊，对吧？我就是利用这个时间，是吧？我就非常感恩，对吧？就是说，所以呢，你要做这个事情 ，OK， 做这个事情。那么呢，我们再往下看啊，他看看启示录。我们知道圣经有个启示录啊，这个启示录是最后一卷书啊，它是给它是预言的啊，对吧？那启示录第20章呢，第5节是个15节，那先看一下第5节怎么说啊，就是在头一次复活的有份了。有福了，圣洁了 ，OK。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全名，他们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那么圣经啊，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哎，他告诉我们，将来耶稣再来以后，他死了以后，第三天复活以后，他又40天啊，在地上给他的门徒相见啊和其他人啊，然后他最后被神啊接到天上去了。OK， 那坐在天上去了，他到天上呢一直在为我们祷告，他还会再来的。OK， 他到再来的时候，他会做大事，他施行审判啊，审判活人死人。OK， 审判活人。那么审判这个活人死人的时候，不同的人啊。树立这个正信的人，能够成圣的人啊，能够最后是吧，能够成圣 ，OK， 他的圣徒们是吧，那么就又有机会。这里告诉你什么呢 ？OK， 啊，你们就啊复活，有你第一次复活的时候，你就有份了。哎，首先复活啊，活着当然不用这个了，是吧？啊，有份了，而且是圣洁了。那么第二次的死就没有进去啊。当然了，这些人对不对？那么第二次的死，第一次的死是这个肉体的这个死啊。OK， 那第二次死就是说，审判以后有可能放在这个火湖里面，那个火湖里啊，就是硫磺做的火炉，在里面让你煎熬啊，煎熬着又不让你真死，就在里面熬着这个痛苦是吧？平常那种有个烧伤的时候就觉得疼得不得了了，你手会烧伤的。现在呢，给你放到那个火湖里面，那一个湖啊，就是安大略湖，那个湖是水，下去它还淹死了呢，是吧？时间久了，冬天太凉了。现在是个硫磺的什么火的那么一个湖泊。在那边熬着，是吧？他不让你死，你这多痛苦啊，是吧？所以就肯定没那个事了。那么现在呢，什么呢？去了以后，他不仅不让你死，而且什么，让你做尊贵的祭司。所以我最希望的一件事呢，他说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我们什么时候能作王啊？是吧？对不对？而且现在是我们为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万物都是接着造，万物都是为了他造的。圣父、圣子、圣灵，这个圣子，他把这个王权给你分享，然后服侍他一同作王。OK， 主管天下的事情 ，OK， 而且这个时候无比的喜乐 ，Right， 在那个新天新地啊，在那个新天新地里，是吧？这多么喜乐的事情 ，OK。反之，如果你没有这个正信，你信的是邪的偏的，是吧？你根本不信，那跟你说的很清楚，你这名字就不在这个生命册上，怎么着？那不仅是第二次死，那第一次的死给你扔到火湖里，第二次死就是这样，差别这么大 ，OK。所以我说啊，天天怎么样？树立正信，亲爱的朋友，树立这个正信极端重要。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建立这个正信，赶快建啊！如果你建立别的，把它扔掉啊，把它扔掉，赶快树立个正信啊！这是历史检验的，然后这个说的很清楚的啊，对不对？你要跟着这些，我前两天我跟你说的，对美国历届总统啊，基本都是正信的，华盛顿呢非常敬虔，是吧？那么这个敬虔，那么不信的、丢弃了的，他们信仰的，现在你看着他们那个。把整个国家搞烂了，是吧？然后呢，得不到人的尊重，是吧？然后神到天上的时候还会审判他们的，啊，跟你说什么呢？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哎，
赶快抓紧时间树立一个正信吧，极端重要，正信就是信耶稣啊，持守你的信仰 ，right？ 那么好好做，按照耶稣教的好好做去行 ，right？ 那么呢，我们相信啊，一定神会祝福你，祝福你全家的啊，好不好？那今天呢，我就把这个人树立正信极其重要、极其宝贵，这个圣经到底讲什么？这个圣经真理告诉你了，好吧？都要请你要牢牢记住。那希望你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发到你的群里，然后呢，这个转发、点赞，是吧？然后这个还有呢，如果没有订阅这个品频道，第一次来是吧？下定决心订上，然后互相鼓励支持，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节目再见。